看电游客服务中心今天去上午的交通部长林佳龙甲市长王伟提以及多位这立委的政策之下进行来启用，占地在甲外开了3亿的这经费的观电游客中心，上大特色就是建筑相当的缤纷，同时佫有这千万级的这天然景观出席着启用典礼。交通部长林佳龙来讲，这是全台湾各地风光处上水的这所在。设计哦，可以说是一个就本身就是一个观光景点啊，特别呢。我们的背景啊，就是可以看到啊，整个山脉，然后又有水库啊，可以说是啊，我们未来在台南的西北地区哦，可以作为游客来这边休息啊，或者是采购在地的特产，那一个非常好的多功能的中心。观点游客中心的外观融入到五大色水相当缤纷，其中包含着稻穗的黄甲西拉吉特色黄相当的显目，尤其是讲大片的草皮更加是这的上大卖点。市长是感谢当初协调着土地处置甲经费支持的地方人士甲中央部会，嘛期待讲这会当成为新的打卡热点。面的设施是最新最现代化的，而在外面我们的这个风光却是最天然的一个青青草原。所以说最天然的风光最美丽的景色，用最现代化的方式来介绍给所有的这个游客。基本上这个游客服务中心本身已经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景点了，那景点的内容当然是借这个机会能够行销农特产，借这个机会能够行销这个以西拉雅游客西拉风景管理处辖内的各个风景区。伊配合着关电游客中心来启用管理处嘛，推出着第一档的展览。除了受西拉雅风景区管理处下来这相关景点的立名作品之外，阁有高档级的卡达车甲板凳的开幕秀。南平新闻台以下关电采访报道。